员是彰化基督教医院办理的示范失智服务据点。过去三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的长辈在这边活动有受到一些限制。我们希望我们的长辈在这边能够有很快乐的学习。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家属很热心的参与在这边当志工，所以在岁末的时候，我们邀请家属跟我们的伙伴一起来做感恩的活动。在岁末的时候，也敬祝各位能够未来的一年鸿兔大展，大家新年快乐。伫厝内也无无通讲话，啊来遮吼，大家吼安尼讲哦，足好诶，足欢喜诶。啊，搁再校长、老师，大家拢足笑咱诶，足疼咱诶，安尼。是啦，啊来到遮吼，加足有精神诶。